好，我们的这一个，我要用计算机来按的时候呢，我就按分数，然后 log 里面又有分数，16.5，然后关掉它，下面是2 log 4，再关掉它，等于，所以0.4194 ，OK， 0.495。它会有一点小数的不一样，是可能它先把2 log 4或者是那个 log 16.5提早按出来了，然后过后它就有 truncation error。